怎么白了？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？冬天到了，紫外线没那么强了，可不就白了吗？妮娜，太白金星是不是跟你关系不好啊？太白金星？是是是，你跟猪八戒关系最好了。我就好奇，如果福字要倒过来贴，那为什么不生产倒过来的福字？ You don't speak English? 英文不好，不好意思说。你这是哪儿的口音呢？福建的，福建老外。你喝分不分呐？怎么就不分呢？跟我发音。福建。福建。长辈呀、啊！你好。你好，美女。哦，我，你这中文怎么这么好？可拉倒吧，你英文比我好，咱不用在这儿那个什么，互相吹捧啊。对。旁白哥爆爆非洲脸书北京腔300万人受惊，网红妮娜自曝男神喜欢她弟弟。我是妮娜，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，嗨，这老外是中文是说的真不错呀。其实我是一名中非混血，虽然长得完全就不像中非混血。是几年亚比所混中国的妮娜，靠非洲五官说北京腔叱咤网络。我的真爱在哪里？看看看，真爱半夜哦，正好我还没睡的半夜在哪儿？究竟是在楼梯？好嘛，刘，我家旁边可有着楼梯间，他在干嘛？见了，进了。这嗓门大，表情逗，放得开。妮娜抖音账号收了近300万粉丝啊！最受欢迎的内容有奇葩问答。既然我们人吃的食物最后都会变成粑粑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吃粑粑呢？其实也没人禁止你，就看你个人意愿了。妮娜，孕妇打我算群殴吗？嗯，不算，另一个人只是旁观了。为什么长寿的都是老人？我们听，我们听。用 Apple Pencil 玩笔仙召唤出来的是不是乔布斯啊？也有可能是 Siri。 大海真的太恐怖了，当年泰坦尼克号出海的时候，我喉咙都喊哑了，不让他们出海，非但不听，居然还把我从电影院赶了出来。我们听，我们听。行，我最近发现儿子有个怪癖，老爱偷穿我的裙子跟丝袜，这个情况让我感到很是焦虑，但又不敢跟他明说，怕伤了他自尊心。哎，说到底都怪我这做父亲的不够称职。还是把儿子留给母亲吧，这样女装选择会多一些。结婚有什么好处？结婚的话好处还是挺多的，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，嗨，您是哪个国家人？我是中国的。他还有call out系列连线各路人马，超爆笑的啦。你的身份证，你要告诉我您是男同志是吗？你说话就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跟我朋友会快一点，但是差不多吧。OK。 你是哪里的？我也是混血、oh, 我是比利时和中国的。中国哪里啊？东北那嘎子的。真的吗？必须的。 What the f-。 跟我发音。福建。长辈呀、啊、你好。你好，美女。哦，我，你这中文怎么这么好？可拉倒吧，你英文比我好，咱不用在这儿那个什么互相吹捧啊。Damn。哎，26岁的妮娜有个弟弟秀哥，以姐为贵，跟着红。想问一下妮娜，对于弟弟比你更受男生欢迎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非常难过，哎，我非常伤心。他嫉妒死我了。这事儿是真的，我之前觉得一个特好看的男生喜欢我弟弟。妮娜你好漂亮，非常喜欢你，想加一下你弟弟的微信，让我更好了解你。你就是想泡我弟弟吧？我拿。妮娜真大方，把好基因都留给了弟弟。弟弟也很大方，把智商都留给了我。三立娱乐新闻被圈粉了，不倒。